嗨，各位老炸吼，今天是这个深港福安宫的安雅了见，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那个安雅了见的这个整个历史啦，或是有什么特殊的习俗。那在这个安雅了见，我们怎么去决定这个安雅了见吼？就是，每年那个农历三月二三妈祖过后，就会选一天来拔杯吼，那去决定这个了见的时间。那因为现在那个年轻人平常都要上班吼，都只能周末来帮忙。那妈祖也很灵验吼，每次拔杯都会就是拔在礼拜六啊，或是礼拜天这样。那可以，各位可以看到吼，我们有编号，第一个是神通昂丁昂丁啊，如果在深港这边叫昂丁啊吼。然后最后一个是还有看到这个向导楼跟天雄向庙的这个轿子福安宫吼。那这个安雅了见吼，它就是主要一年会有一次，大概是选这个农历四月的时候。然后它不同于这个其他征讨，它是当三两班吼，只有四个方位加一个中央。这个玄奘后安宫它总共有十二个大衙吼，分别在这个玄奘这个整个祭祀信仰圈的外围。那你刚才说的那个昂丁啊是什么意思呢？昂丁哈，先讲神通好了。神通是这个整个队伍，它会排在这个最前面。那神通也是跟这个妈祖安雅了见这个拔哪一天要了见的这个那一天也会决定神通。那拔神通它的这个，但是各位有看到这个是写十个川哈，不过你看昂丁啊后面是接十八张。这个拔神通跟昂丁的时候，我们是征讨了去拔，不是传力。啊，是传递楼去拜，就是最后面看到这个向大楼，但待会再介绍。那神通他就会那今天早上他就会先来这个福安宫，那有这个当机，他先去提供点念念吼，念这个神红灵跟玉祭，然后会绑在这个自己大轿的这个五指山上面。那红灯啊呢？红灯啊不是说红灯绿灯吼过马路怎样，他是这个先锋如果绕境的时候，他有遇到这个比较。要去马上紧急处理的时候，昂丁啊，他其实就可以代替这个神通的位置哈，然后继续引领这个队伍往前走。那神通去处理问题，通常会是画短链，还是说有当机呢？通常吼应该是当机短链都有啦，只不过因为我比较少年吼，也还没有真的看过，他们都是听耆老这样说。信大楼是什么啊？信大楼也是深港吼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楼柱的制度啊。这个大楼先讲它，它博吼它是会，比如说今年它会决定沙尼奥这个大楼的楼柱传吼传力。这个后安宫它的祭祀信仰圈头有十四个村跟这个一个和美的湖内里吼，它是延续以前这个德以新浦十八庄吼这样古代的一个这个聚落的范围，所以才会有一个好像是在隔壁的乡镇，但它又是这个深港福安宫的一个祭祀信仰圈。那这个传力吼，刚刚讲这个是征讨楼，可以神通是征讨楼去拔杯，啊向大楼它是传力可以拔，为什么呢？那其实以前据说也是征讨，不过这个人越来越少，其实这个征讨他没办法去维持齁一年要去服务福安宫的整个，就是说八周仙啊，还是讲那这个得道升天，还是讲普渡这贵尼种种的开销，所以后来就改成这个传力齁，他可能一个村子一个里他有两三个征讨这样。那为什么要决定三年后吼？他其实你这三年来，你也在甲村民吼安尼欠一寡钱啊，还是讲吼请一寡生低工啊、油工安尼。啊，等到那个上大楼吼，上上大楼的时阵吼，就是甲这个大楼迎转来这个后安宫的时阵，你就会使抬低刀油啦，去请这个亲朋好友来吃安尼。那下面，先看这一，他说北营北衙开衙，往东，为东边开始行吼，啊西北衙收衙，那这边是时间这样。北衙刚刚有提到这个深港福安宫吼，它有十二个大衙，
我稍微比一下给大家知道，这边是北牙、东牙、东南牙，然后东牙。啊，有一些牙头它可能没有特殊的名字，它就可能是它在哪一个聚落、哪一个征讨，它就会稍微标一下，诶，征啦、产位啦，甚至是这个海边，哦，这边是这个海边哈、哦，可以看到很密集，有四个牙头，嘿，很密集的四个牙头。这个牙头哈、哦，它设置它通常都会在这个水边，还是诶水沟旁边啦、啊，或是这个这边有一个郡。有一个这个菌桃的这个旁边哈、哦，它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可能会比较有不好的东西哈、哦，让他们不要进来这个福安宫里面，福安宫的这个祭祀信仰圈里面哈、哦，就是维持整个这个前杠的这个平安这样。我通常一般看到的庙是东西南北中营而已，可是好像这边不只有五个营头哎，那总共有几个呢？总共会有12个营头。嘿，啊，像这个，它会写三牙杂构，杂构就是这个聚落，它这今年就是负责用这个整理这个牙头哈、哦，整理。等一下，各位的，这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可以祭祀的地方，嘿。那杂垢呢？他就要负责哈，例如说事先就要去除草啦，然后整理金子这样。那像各位有看到这个有好几个，大概23个宫庙哈，他在前三天他就会把那个牙签。牙签啊，或者是金子哈、哦，一些这个安牙需要的东西送来福安宫，那之后福安宫会去分配。刚刚有12个营头，有不同的村里，他就会来领这个金子这样。然后待会我们去牙头就会有更详细的介绍。那我们都知道福安宫在几年前的时候遭遇了那个出笼之灾，所以呢，小何现在正殿的这尊妈祖，请问是当时候在庙里的吗？还是因为就我所知，好像庙里的妈祖娘娘就是都升天了。那现在正殿的这尊妈祖是？现在正殿这尊妈祖哈，可以看到她的脸比较丰润一点哦，这个是刚刚提到那个向大楼制度，就是大概4-5年前妈祖哈、哦、受到这个祝融哈、哦，得到算是那个整个神像哈、哦、连开机的都一起升天的时候，那时候就赶快从这个楼柱向大楼的这个楼柱穿哈、哦，赶快把这个楼柱妈请回来这个福安宫哈、哦，当做一个临时殿点，也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哈、哦。那之后再刻一个新的楼柱妈给这个轮到向大楼的征讨这样。哎呦，你看他的那个脸哈、哦、是比较丰润的，由此一说哈、哦，是说这个村民哈、哦、每天都很热情哈、哦，都准备很多贡品的一个楼柱妈来享用，所以他的脸就比较丰润一点。所以现在的这个正在我们福安宫正殿的妈祖是以前的楼主妈，那现在呢的信大楼的寡道信大楼的庙，他们有一尊新的楼主妈去那边，就是给他们定等这样子的意思。那现在关于福安宫它整个整修的进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后殿，好好。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办法来，让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其实现在整个绕境的队伍已经出门了，那我们看到哇，其实修复的现在整个福安宫妈祖的妈祖殿后面是天公殿嘛，那当时候遭到祝融的是妈祖殿这里定殿的
整个开机骂跟我们定得骂都升迁了。那现在是整个修复的状况是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所以我们现在来福安宫会看到有前殿最前面的地方有个灵石坛，那灵石坛就是以前的楼主嘛会来这边顶等这样子，那我们也期待他赶快修复。那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去看那个安牙整个的仪式，这里的安牙跟其他地方的安牙有一点不一样，那等一下哪里不一样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同学小何同学跟大家介绍一下。